八角了哈，盐水芭蕉了。主人姓叶，清朝到光年间建造的，盐城巷，盐城巷，然后那一边王林巷，王林巷，可以看一下。请问我们八角楼的主人？哦哦，原始的，原来那个卖冰的那个是八角楼的主人，姓叶的，他们开的。哦，铁剪刀呢，可以看到。屋檐的那个酱羊角，那个是铁剪刀。八角楼呢？你看，旁边有那个连城巷，左边连城巷，右边王林巷，然后广济宫、乾隆镇，乾隆那边可以去月经港了，到永城戏院了。我八角楼清朝到光年间建的嘛，八角很有名。他们去买那个观光客人的，还有那个。姓叶主人姓叶，他那个冰，所以卖冰的那个冰果树，那主人就是姓叶的。啊！大众庙的牌楼，在往昔古代那个大风港的旁边呢，清代的那叫聚佛厅，后来建成那个大众庙。那讲有一格有哪只？一格有哪只？要去看一格，一格照镜也不看。
元宵节的时候会比较漂亮的。今日听到炮声，可能离啊，目标遐一款。今日听到炮声啦。后面的盐水沟通了，盐水沟通。你看这叫王川，嗯，王川很有创意。看那个是元宵节放风炮那个炮台有没有？元宵节放风炮的炮台。炮撑的炮台。王城，嗯，王城。王船啊，王俊啊，王船。后面盐水国中呢，后面盐水国中，那去坡坡顶，盐水大众庙，清朝的去坡顶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古代就是旁边就是道风内港，道风港，道风内海，道风港，道风内海码头，道风港。道风内海，海哦，海洋的海，台湾海峡的海。你看那个，从那个步道这样，从这个步道那样，然后你看，那边写码头呢，清朝的时候，你看，船还可以到这边呢、啊。那边是码头，你看，去坡梯，那条路也是进入那个盐水，比较西边的。你看那个叫
盐水古月岗去坡梯，现在的大众庙。这个叫麒麟子，这种观赏植物叫麒麟子，麒麟啊，据说是龙的儿子，龙的后代。你看，听水港、咸水港、地山桥港、码头，还有红港尾港、啊码头港，到红内海是吧？哦，怎么这么烫呢？还没有拍完呢，手机很烫呢。大风呢？